醒股无双，一个以轻松游戏术语带出严谨投资态度，以不同心法为你判断何时是拆武器定装备的一小时财经节目。主持人醒 Sir 现身说法，为你部署入市时机，深入浅出答问题，包你有数。Hello， 大家好，大家眼前一亮啦，見到靚女 Vera join 咗我哋喎。係啊 ，join 咗，因為遲咗少少啦，真係唔好意思。唔緊要，最緊要咧就有到嗱，咁我哋個市都係噶，最緊要咧得彈，跌唔緊要嘅，最後有得彈就得。跌咗七百幾，係咪？梗係有得彈啦。咁但係咧，其實嚟講咧，我哋正話就阿 Vera 咧就係講咗2018嘅回顧啦。係。嚟到呢一刻，我哋都想要即係講下。2019點睇啦，咁但係未講佢點樣睇之前，因為點樣睇其實係一個好主觀嘅辯證啦。但係客觀嘅事情咧，其實都要逐樣嘢講。咁例如咧，其實有咩因素可以令到個市會好咧？就除咗個願景係好之外啫。咁我哋都要睇怕最正話都講過啦，英國同歐盟嗰個脱歐協議咧，如果係搞定了，即是說不會 無罪脫歐或者沒有協議脫歐，那就很明顯市場會作一個反彈。但是現在好像是不是說要3月份就脫了？3月29號呢，現在就等1月的10幾號至不知20幾號還是20幾號，就是呢就會由國會呢，英國國會呢就是正式呢是決定批不批這個同歐盟達出文翠珊同歐盟達成的草議啦，即係議案啦。咁如果佢達成咗之後咧，就會即係順利脱歐，咁就即係我正話講嘅情況啦。但係如果唔達成咗之後咧，可能就會出現第二個變數啦，就係重新個 referendum 重公投。有即係有啲人覺得，既然你而家達唔成，即係無協議脱歐係最後嘅方案啦。係，咁不如咧再公投。但是公投之後可能出現繼續脫歐的嘛，那那時候一樣會變回是無協議咯，所以這個是一個變數來的。那我現在就先假設搞定了先了，搞定了就脫了，這個脫歐那就是一個好利好消息了。第二樣的利好消息呢，做了一些 notes 要逐樣東西說了，就美聯儲呢由英變了甲，就是說6個月都不加息，嗱咁嘅情況一定係好啦，跟住咧就中美達成貿易協議，關稅全部剔除。咁啊，第四樣嘢咧就歐元區經濟咧，經過2018嗰個跌咗，正話都講啦，個股市都跌咗15% 啦，歐元區。咁啊，主要大家都正話聽過咧，意大利嗰個預算同埋意大利銀行去胡亂去買啲債啦，令到佢尾大不掉，分鬆字流通性唔掂。但仲有一樣嘢喎。是法國方面的黃背心事件呢，最近來說都演越烈了，那會不會拖累他的經濟增長呢？如果他當他沒有事了，經濟增長加速，那最後呢就是油價呢要去上60元美元以上，那就不會令到美國方面的油頁岩氣那些全部裁員，生產不到諸如此類，就令到第二個連美國都拖入這個經濟衰退的深淵。最後當然特朗普自己和國會呢在個圍牆和基礎建設那些爭拗搞不搞得定，這些有6樣的條件全部得才做到，大家聽到我都覺得很無稽，沒什麼可能全部得。所以呢其實今天的跌市就借這個中國的 PMI 數字不好呢插下去，其實我自己覺得有很大部分原因呢都是美期方面跌400多點，而美期跌400多點呢都是覺得上述那些情況是機會很小出現，所以插了先咯。好了，如果是我們再看看那些風險情況又如何呢，就美國三月份 Vera 最後說硬脫歐，那就是很大件事了。英國方面硬脫歐，跟著美聯儲呢在第一季就再加息，即不理特朗普說什麼東西，不理市場跌了那麼多，不理美國是成為全世界唯一的火車頭，照加息。這個呢第三樣東西，中美90日關稅呢
眨下眼就結束。但係我哋講咗咁多因素咧，其實我都想問一下醒壽，你覺得邊個因素係最容易解決嘅？嗱，我就想先講曬咧，逐就再去總結。如果唔係，我冇辦法可以有個有個睇法啦嘛。好啊。就正話講話中美三九十日嗰個關稅咧，如果暫緩期結束，傾唔掂數啦。咁特朗普就要關稅上調25%啦，都唔好講嗰二萬六千億嘅美元再加税啦，淨係而家做緊嗰啲咧二千億美元嗰個10% 變咗25%，已經好大件事啊。咁跟住仲有啦，意大利同法國。陷入衰退，嗱呢樣嘢唔好以為冇乜可能喎，因為點解咧？德國同呢個意大利喺第三季咧已經係負增長噶啦，個只要經濟學上個定義就只要連續兩季負增長已經係衰退嘅。好啦，咁如果馬克龍咧，法國總統馬克龍係被黃背心事件影響咧，如果有不信任投票上輸埋咧。咁啊，民粹主義又崛起啦，咁歐盟嗰、那個即係穩健性、鞏固性就岌岌可危啦。跟住咧，最壞嘅情況，油價跌到30蚊，咁就所有債務都違約嘅機會又大咗啦。嗱，呢啲咁嘅情況其實都係兩個極端。咁我當然我會覺得咧，有啲得，有啲唔得啦。咁我自己會認為咧，係美聯儲咧，你覺得最快可以解決？應該咧就係、是。會面對呢個現實，就算佢2019真係加兩次息咧，佢都會用一啲夾派嘅語言啊，去維穩嗰個市場嘅信心嘅。喺咁另外咧，就中國方面咧，我都唔相信會90日傾得掂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有個農曆新年啊，農曆新年拖住中國人唔做嘢咁，咁啊即係90日得翻60日，咁啊60日嚟講一啲即咁關鍵性嘅嘢咧，冇辦法解決。同埋特朗普個人咧係咁樣嘅。特朗普咧就我正話都覺得咧，本身佢 unpredictable 啦，冇辦法控估計到佢。主要佢理由因為佢籌碼多啊，因為以前嚟講美股升，美國經濟好，但係而家唔係咯喎，美股開始跌，所以咧最近咧唔理中國係咪因為跪低同佢傾啦，其實佢自己都放軟咗嘅。佢就不斷用打電話，打咗5次電話啦，同習近平。就話我哋大家都有啲好理想，甚至乎俾人覺得佢係浮誇添啊！即係話傾一次電話點會咁理想啊？直情係接近浮誇，點解會突然間改變呢？其實就係佢籌碼越嚟越少，因為經濟差咗，而唔係話美國可以獨善其身噶嘛。係啊，冇錯。如果真係全世界都差咗嘅話，佢無啦啦講得好冇得自己。尤其是咧，佢就嚟兩年後就要重選噶嘛。即係希望可以互連任噶嘛？如果經濟咁差，個個都知道咧，就唔會投佢票嘅時候，佢好驚嘅。其實我都可以講個故仔啊！我都想即係之前醒壽都講咗，因為我個妹咧，佢就全家人都喺加拿大。係。然之後咧，佢就前一段時間嘛，加拿大有個孟晚舟嘅事件。孟晚舟事件，因為加拿大。我妹咧就本身諗住幫美國引導佢去。我妹咧本身諗住咧就今年過年嘅時候翻嚟嘅，但係今次就話因為要翻內地，就話唔敢啦，就唔想翻。因為佢翻嚟都係揸加拿大護照噶嘛嚇。其實有好多手續嘅，就咩要登記啊嗰啲嘢，佢就好驚咧有啲嘢，即係有啲事情啦。但係其實我哋即係屋企人都話唔使咁驚，因為咧可能就即係佢哋拉人都係拉最上邊嗰啲個別嘅人士，唔係話個個人都要拉咁啊。咁佢就話其實咧就聽聞，因為我知醒成日都話近排唔想。太多事情就冇乜嘢噶嘛，佢就話都有啲人可能係地方政府會即係自己去製造一啲麻煩，即係而唔係拉人咯，但係去製造啲麻煩。跟住咧，佢哋啲人就話加拿大人都覺得點解加拿大政府要幫美國咁樣咯？所以其實就係不斷咁樣好多事件出嚟咧，美國都會諗下自己咁樣做係咪啱啊？特別係特朗普咯，係咪先？其實成件事咧，我自己用好客觀嘅睇法，好簡單嘅啫。加拿大唔係幫美國，或者美國唔係可以點到加拿大做任何嘢。最主要大家有一個引渡協議，咁啊，譬如好似中國同香港有個引渡協議，咁有個逃犯走咗嚟香港，香港就會去翻呢個中國啦。但係
這個台灣和中國沒有這個印度協議，咁台灣就未必會聽中國之笛咯。咁主要其實係大家有冇一個協議在先。咁加拿大同美國咁接近嘅時候，從來都有呢樣嘢啦。只係大家都睇到孟晚舟事件就遷怒於加拿大，其實有啲無妄之災啊。所以其實佢哋覺得點解要搞呢啲嘢出嚟？咁但係唔排除咧嗱，因為孟晚舟事件咧係好明顯咧，就要去牽涉到呢個國家安全嘅。因為點解呢？如果個特朗普冇講大話嘅話咧，佢當日食飯嘅時候咧，佢係唔知情嘅。但係美國嗰個國安部個顧問咧，就知情嘅。咁點解佢會知情呢？就係因為下邊嘅人上報俾佢聽，而佢都係落實嗰個做法照拉。係。叫咁佢落實嘅，即係佢梗係用國家安全考慮啦。咁所以如果中國就算係用翻政治化去解決，即係例如咧 detain 翻一啲所謂加拿大籍敏感嘅人嘅情況咧，亦都係政治化去解決啦。因為已經去到嗰個層面係冇辦法唔政治化嘅，所以我就唔會批判性話邊個啱邊個唔著。係啊，呢個只不過係有一個分享嘅啫。其實呢啲嘢呢個事件，我相信都會影響到話到時談判或者咩協議嘅時候。但係我就覺得咧，呢個中美談判呢樣嘢咧就好清楚，就唔會完全解決。但係佢可以拖住佢，拖住，即係意思咧，三個月之後再 extend 多三個月或者六個月，就話我哋暫時都係暫緩，因為大家進展係良好嘅。咁呢個係最大機會出現嘅。咁拖到幾時咧，就令到市場係冇曬耐心照沽貨咧，咁真係唔知嘅。咁但係喺個層面上咧，嗱，歐洲方面咧嗰、那個最大的問題咧，我睇翻外媒方面的批評咧，就係話，原來全球咧央行咧都係有少少硬頸啊，反而特朗普咁牙刷嘅人咧，而家開始放軟啦。但係央行咧就見到咧，嗱，歐洲大家正話都傾過啦，有意大利問題，有法國問題，有歐盟自己本身嘅問題，英國脱歐嘅問題，照嘅佢唔應該喺十二月嘅時候咧就已經退出嗰個所謂買債嘅，因為一向嚟講買債買得好好地就解決咗好多嘢嘅，冇得歐債危機蔓延。咁而家停咗咧，就主要一個理由嘅啫，因為佢講過話要停，就唔可以冇咗公信力。咁而家呢個咁變咗，亦都係另外一樣嘢咧，即係嗰個資產負債表太拍咗咧太大。咁將來要減息咧，就一定要加，即係咪一即係將來要加息，而家一定要減。即係美國就調翻轉啦。美國嚟講，為了將來可以減息救嗰個經濟衰退，而家咪加定息咯，所以是很吊詭的地方。好啦，咁歐洲變咗嚟講咧，又係咁啦。反而日本咧就係最誠實的央行啦。日本出咗嚟講話睇唔到有任何跡象，可以有通脹可以有翻嚟，即係仍然係受呢個通貨收縮個威脅啊。咁日本今日嚟講都係跌㗎，佢睇個市，但係跌得少，同埋 yen 咧係成為避險貨幣。咁照計 yen 升咧，個日本嘅股市會跌得好急，但係佢冇跌咁多。咁就反而咧避險嘅咧，除咗瑞士法郎同 yen 之外咧，就睇見黃金就飆咗上去嘅，升咗上去。咁即係話市場擔心咧，2019年咧，都係會繼續惡化。咁我自己先講咗正話嗰啲啦，我自己都要翻翻嚟講自己睇法，就係話，我仍然係覺得咧，2019年係先低後高嘅，諗低已經中咗啦第一日，因為今日講啦，因為過幾日前已經講，咁啊個理由就好簡單啦，因為我覺得美國嗰個熊市咧係第一期嘅啫，因為正話都提過啦，美國2018年咧竟然有兩次咧係由高位咧跌穿10%啊，成為呢個所謂調整區，最後就成為熊市添。咁啊，根據數據咧，1990年以嚟，從來未試過一年裏邊出現兩次調整嘅10%嘅調整。所以你覺得呢個已經算係低處啦？所以唔係，所以我調翻轉咧，就覺得咧，佢個熊市應該係未完先會咁恐怖。咁未完嘅意思咧，即係話佢仲未來一季會仍然出現更加大的跌市，所以啲人驚咧就跌翻落去。但係大家睇翻
個圖表，不如我哋同大家睇下個圖表啦。咁啊，跟住就會到第三個環節，就我哋會講用市盈率啊，只能同我哋用數據去剖析用市盈率，我就用主觀同埋圖表判斷啦。咁啊，睇翻呢個圖表咧，恆指嘅圖表咧，呢度就呢一個區間咧，呢個通道落嚟咧，就係十月嘅時候急跌嘅，睇到個十月個市啊不斷咁樣滑落去，同埋一支大陰燭落嚟之後就跟住落。咁今日呢支陰燭咧，其實同嗰支係好相似，甚至乎係長過去嘅。咁即係話咧，只要嗱呢個日線圖嚟啊，出現咗陰燭之後，三日之內都上唔翻去咧，其實就會好似四十五度角咁跌落嚟。咁而家呢個陰燭出現咗啦，咁會唔會又係三日之內上唔翻去，又再影多一條更大嘅通道咧？嗱，咁我就覺得咧，要留意翻咧喺八月嘅時候咧，抽到上29000嘅。29083先至回嘅，即係話咧，大戶去解決啲正話我哋諸如此類嗰啲問題咧，佢就用一個方式嘅，抽高個指數，然後沽貨，然後十月沽貨，然後到咗24500咧，先至有得彈。咁即係佢用呢個溝，咁但係調翻轉咧，好清楚咧，佢哋可能咧買貨咧都係用類似嘅思維嘅，即係話先插低先買貨。因為點解咧？先抽高咧，就好多人會憧憬會彈，就會加埋一，即係唔會好多人咧，都有部分嘅會再去搏嘅。嗯。咁但係亦都好多人趁高位就沽翻落嚟，所以佢唔驚你哋去搏嘅，佢知道第二注啦，第一注喺呢度，第二注喺呢度，第三注喺呢度，第四注喺呢度，即係個浪頂啊，一浪低於一浪，連續四個頂，分別就喺八月、十月。這個八月和這裡十月，十月整個月咯，還有這個十二月，即是說呢，它是用抽高的形式去派貨，反過來如果它撈貨呢，它都會用插低來撈貨，所以看到呢，跌穿25000的時候呢，去24000呢，它反而有一彈，反過來這個呢，如果它跌下來跌回25400呢，嗰陣時就係反映緊美股嗰個熊市落啦，調翻轉咧，香港就會有佢嘅韻律上翻去嘅。個理由好簡單，因為香港唔係淨係跟呢個美國，佢會跟埋呢個內地嘅。咁而我最近講咗兩次講座咧，都係講緊咧，中國方面咧其實有兩個泡沫嘅，一個就係貨幣，第二個咧就係房地產。唯一一個冇泡沫嘅咧就係 A 股。A 股就冇完全冇泡沫，因為十年過去十年都冇升過，所以中國唯一解決呢個困難咧，佢就會用債券股啊，或者 securitization 債券化嘅債務，咁令到咧佢可以喺個股票度上市，跟住咧就從而將啲風險不斷轉嫁俾所有人，咁有啲人有利佢就會爭取，但係個先決條件咧就係要 MSCI 同富時咧係繼續入去買 A 股。最近都看到 ETF 是不斷淨流入的，其實他們不是傻，他們都知道美股會有調整的壓力的，他就是反而調回轉，他有調整壓力，他才分散投資去來到這個新興國家，所以我自己看呢，今年2019呢，就算跌穿24500反而呢是一個轉機，上回去的時候呢是有機會破回這個29000的全年裡面，因為為什麼呢？到其時呢就已經可能正話我哋講嗰啲問題咧，希望啦，這個就主觀係判斷解決到嘅，即係歐洲冇事，油價彈翻上去，啊，跟住英國就脱唔到歐，嗰啲咁嘅情況咧就會真係上翻29000，跟住咧就解決咗。但係我哋而家純粹係估，因為正話知道好多負面因素，冇人知道個結果點，唯有相信靠呢個 A 股咧否極泰來咯。咁我就亦都要休息啦，翻嚟咧，我哋講最後一 part， 咁陳英傑。